一定要对侯志豪。千墨，你来了，快救救我！这是妖力，博玄，你就是白绝，对吗？命运如此，我不抗拒，只是百年未到，后世未归。百年以后你要记得来接我回家。我就在这儿等你回家。我不开心。从今往后，后池就是我倾慕的娘子。白雪真是真的会待后池好吗？请你一定要对后池好。也许离散伏笔，未来终会流传，被化作云彩，雨滴落心海，等到云开天晴一色。